这面墙有一开张有手印，所以这是可以改善的地方。然后还有太白，如果色太过单调。所以你觉得太？请问你觉得这面墙壁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？我觉得这面墙壁要改善的地方很多。你看这里有血手印，然后还有黑黑的。我觉得整面墙壁都是个缺点，它急需要改善。让它看起来不再只是墙壁。对，二楼就是搬的在那边。哎耶！厕所那边，然后还有第一个，你用的材料是要回收的东西，那墙壁要钉还是要？就是说，让很多人可以参与那一面墙，而且那一面墙是有纪念意义。然后比较环保的方法就是用废弃的那个瓶盖来做，来贴墙面的，然后当成美盒。哦，那你们要需要什么样的瓶盖？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就是保特瓶瓶盖就够了。所以一般的保特瓶像这种。我们要做那个布告栏，然后要用瓶盖。好。想到的过程，想说融入环保的，这样子很好，这个可以再多做啊。好。